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 Plus 等超多衍生。密室大逃脱第五季会员节目火热上线，你的好友淘淘将带你打卡包含海量未播片段的蜜桃解读区，了解玩家逃脱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更有暖心治愈的蜜桃主题站，收获每个故事背后的现实意义。就在密室大逃脱第五季会员节目等你开启蜜桃解读区。主事在这边。我们要躲柜子里。哦，他要给你上诊，我可以开刀。那我是干嘛呢？你躺在上面。拜拜，一对一。命。我们左右刘海，刚好我们两个中间。要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哦，好刺激呀！现在给你注射一针诊疗剂，可能会有点疼。这针挺细的，一针下去人都走了。王婶，我现在出去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你出去。你说，哎，说是快乐，祝你生日快，祝你生日快。好。其实不恐怖啊，因为你看医生在那儿没有黑，没有全黑，没有人下还好。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帘一下了。咚。我在隔壁有个小手术，做完之后我再来检查你。啊。你很棒，很棒啊！医生马上就回来了。你是不是被打针了？你打，但是打，打，但是打，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完了！你在哪？你在哪？针？你怎么？你怎么？没有必要。哎，你是站着？我站着。蹲着，蹲着。就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亮着吗？外面？外面没有，外面黑的。但我前面有人，你前面有人。我睁着眼睛，在我感觉我这个百叶窗好像看不到东西。刚才没有啊，那个玻璃有遮挡物。哦，不好意思，我的刘海。于畅，你要记住啊，眼睛不能闭上。啊，不是吧？怎么了？怎么了？我还真是，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声音越来越远了。这就有点吓人，哇！王医生呢？哎呀，在后面！哎呀，在后面！进去我是跟许凯关在一个柜子里，灯一黑的时候许凯就蹲下了，他说你在哪儿啊，就开始抓我的腿的裤子。我跟他说一定是后面，因为后面是玻璃嘛，我说你放心吧，暴击一定出现在我们后面。什么声啊？鹏鹏在后面。哦，好像
怎么去那儿了？好惨啊！如果这个是你的话呢？嗯。如果这个是你的话呢？啊！妈妈妈妈！呦呦呦！哦呦呦！我就把我刘海吃了噎死。啊！哇！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这三个棉签成精的人。我感觉是要把蓬蓬给他给他按摩呢嘛，他那俩脚那搁那足疗呢。那蓬上已经不叫了。在外面其实还好，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外面柜子里看着我嘛，但是不知道突然一下刷那个手术台这么大手笔的进去了。其实在那里面我闭着眼睛听到旁边全是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害怕的。哇糟了，鹏鹏你火了。火烤鹏上。好酷啊！你给他喂一样，你给他喂一样。哇！上面还有人啊！那个脸，帅帅帅！哦，跟看演出似的。我还蛮喜欢鹏鹏被送进去的时候，他底下都是火燃起来，然后那些人围着他就很蛮帅的，这个画面蛮震撼的。就是用震撼来形容这一期的机关，真的是我觉得大阵仗，就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一期，真的非常厉害。 Congratulations， 外面是黑的，而且我们得在黑的地儿找哈。你帮我找一下化验室啊。这有盘，这个看到化验室、手术室、化验室在这边啊。你们在左边，卫生间在右边。我是放射科。哎，我是食堂。我是电梯。又坐轮椅了。食堂在这儿。是吗？我是手术室。哎，这是我，这是我。就是这，我是这。放射科在这儿，徐凯。你到了，凯凯。哦，这是化验室。这里是电梯。我会保护你的。太谢谢了，大老师。大老师，你人呢？哎哎，大老师，你在这儿啊？我知道，我食堂在这儿啊。对，你在送他们是吧？对。呀！之前说那个，只要一坐，就会有人抓我们。这怎么推不动啊？还有开关，肯定。在哪儿啊？你现在不能推啊，等我应该会有人来推我们，会有人来推我们，会灯会暗掉，然后会有人把你们推进去。什么推进哪里？推到后面去。对不起，不要。不要吓我，不要吓我。我也经历过了，我不怕。我不怕。来了。别吓我。我记得这集实在太嗨了，为什么就这么多磨难呀？就是因为彭昱畅来了。哦，有人。嗯，别吓我啊。我不是姐，我这样都没办法捂眼睛了。
哦，对，真的这样没办法捂眼睛。我真的好害怕。对，我也没办法捂眼睛。我们等一下一定很刺激。我现在手心全是汗。我现在有点兴奋，我一开车手心也全是汗。你要送我去哪？小贾，你还在吗？在在在。哦，你看这个节目，我是多么的需要我。当然，一直都需要你。我不认识那个节目的你，我只认识这个节目的你。来了。很开心啊，哎，就是感觉我突然间很自由，特别像那个之前我们老在机场啊，有时候等行李等时间太长了，然后站在行李车上被互相推，感觉很好玩啊，很开心啊。Hello 来了，我好刺激，我觉得刚才那个被人推的挺好玩的。这是过山车吗？对，这是过山车。我觉得那个推轮椅也蛮刺激的，之前都是追，这次我就坐在上面，就跟过山车一样，看到别人来下，我就很刺激，而且还不用跑不用动，我觉得很棒。以后多增加一些环节吧，让我们少追逐一下，我的意见。对，挺好玩的。哎，这个挺好玩，这个挺酷的。就想说，你说鹏鹏来录这一集是多值啊？对，这个很酷，这个这一集太丰富了，好酷。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看到规则的时候说，每一个轮椅其实都是有它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不能坐这个轮椅的嘛。后来被分配到单独的房间的时候，然后看到门口有一个空的轮椅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哦，那我们应该是要坐在这个轮椅上面。然后呢，我被绑住了手脚。但当时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觉得应该挺刺激的。就是密室已经五季了，我们走了那么多的房间了，仍然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样。制作这么大吗？现在你紧张吗？要死了吗？我手快抽筋了，躲的。哎，彭昱畅肯定是最不一样的。我觉得彭昱畅肯定是最不一样的。开！哇！来了，没事儿，吓我一跳，没事儿，只不过就是怪兽而已。不是，你都经历这么多了，还怕呀？你果然是个容易受伤的男人。你是个容易受伤的鹏鹏。完了，在黑暗中走来包房点歌台，这是能量体捉捕规则，咱们要开始。来，可利用手提灯将能量体引至，就在咱们得把那怪物给引到这儿来。待会儿陈伟霆帮我摁住那个怪兽。这里是手提灯吧？我们先得去发电区发电装置发电，然后再去这边。对，加油吧。
我怕。没事没事没事，我不怕，我经历过了，我不怕了。走吧。什么跳舞机吗？哦，这是。哇，来了来了。所有的综艺节目必须都有指压板。哦，指压板。全世界的指压板都卖给综艺节目了。我都没看到这是个指压板。你能想象一个综艺节目没有指压板吗？根据荧屏上给出的实时序号，13，你看13。上下左右，这里五、八、13在上面。将对应发现元件用导体全部连接。哦，导体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导体啊。哦。是不是来哪个叫拍哪个，他出哪个数字，可能先让小贾示范一遍吧。这一我摸不到，去看。你都摸不到？但我没脱鞋啊。完了，那我一会儿跑的时候他会不给我时间绑鞋带啊？他跑的时候会不会不给我穿鞋？没有，现在怪物还没出来呢。你拿鞋虚他呗。那我真的不要鞋了。哪个一在哪？这啊！跑肩这里。现在这种综艺人的脚底已经是被这个指压板，你都是烂的。综艺人的脚都是烂的。现在根本不痛，就根本没有感觉。你踩不了吗？我踩得了。我按一吗？摸得到吗？一，然后摸到。好，一三。那我们手牵手就把一和三连起来就行了。来，导体。阿呢？哦，这样就亮了，可以了。有两个人得一直在这摁着，我够不着，对不对？你够不着，那只有我跟徐凯。一八了，现在变成一八在哪里？八，这里。哦，那我可以来 ，Justin。什么？我来，我不去。让蜜姐来吧，你们俩在这吧。咱们会不会不够高啊？他三怎么碰啊？会变呢，蜜姐。啊？换了就会变。没关系。好吧。我等他变到一个我能摸得到的。那怎么着，凯，你在这儿啊？你跟蜜一块儿。凯没办法，凯只能在这儿，只有他够高。凯还是要进去。凯还是要进去。我不知道。哎，四五了，那就变成我跟蜜吧，我们俩在这摁就完事儿了。我们俩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六六？你这不会有怪物？哇，这么刺激吗？我这轮先找一波吧，先找一波试试。啊、不行，咱再换。鹏鹏，我们一起一个，好吧？我们一起一个。哦，这是假的对吧？咱们再背一遍啊。嗯。22305100012。MT 带不带 ？MT 带啊。22305100001。对，来。你们先看行不行啊？不行，我们两个优秀的人再出手。因为我跟 Justin 本来觉得说，你看我们这种铁塔，进去抓 NPC 出来，然后照 NPC 背上的那个东西没有意义，就是我就把机会让给凯凯啊、鹏鹏啊他们，我觉得是应该的，就是这我们为节目组的贡献。姐，你们可以按灯了。这有电。我也被电了。来，按了。哇塞，全是怪兽啊！我先看看这个人。哎，咱们在门口就可以看。哎，怎么这么客气吗？哟，我揍他揍他！我心里面有个策略，就是只要把灯打开了，他们全都会出来，因为里面写的是他会被光吸引嘛。那到时候我们慢慢选。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我把全部人拿出来，等一下有关的时候一排。嗯，他把所有人拿出来。因为很难找，因为那个灯就一直灭。哎，猴电儿啊！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先排除法嘛，把所有的无论你在里面看到是对还是错的，都先把它拉出来，然后总会找到的。因为里面太黑了，你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再躲起来，这是最麻烦的。加入吧。那走吧，我们也去吧，我们就所有人一起抓怪兽吧。哎，彭昱畅，哎，你来按吧。好，行，姐，你去玩会儿呢。你在外面摁那个电的时候，它是有电流的嘛？我们手是会真的刺痛，然后脚下还要踩着那个指压板。我就跟 Justin 说，我说我们两个这么惨，我们俩还在这儿被电，我说我们参与进去吧，我说我听他们好兴奋啊。Justin 说，对，别管亮不亮，我说我们走吧。就直接在黑暗中去了。来，两个人按灯。那凯凯，凯凯你去吧，我跟蜜去抓了。开灯啊，开灯啊，快点开啊！啊啊！哎！啊啊啊啊啊！啊！错哦！啊啊！错哦！啊啊！来。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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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抓出来，把他抓出来是吧？来抓。其实人家很想回去。你非给人抓，这接孩子呢这儿。他不是23051是吗？他不是。那位挺更过分，抓住 NPC 说这个不是的时候还不让他回房间，然后 NPC 一直想自己走回房间，那位挺说拦住他不要让他回去，咱俩都没进来过。这人呢？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我摸到。在这个，在这个，来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哥哥，哥哥，走吧。本来的房间是有一点点亮的，所以我们说现在20多个 NPC，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然后就看它后背的数字，总有一个是对的。那些 NPC 也很有挫败感吧？关门了，咱俩是不是还得把门打开啊？没有用。哎，你们俩别按了。啊啊！过来吧。都去抓是吗？对，都来吧。好，我按了。来，加入，我不怕了。那个时候我是最后进去的，因为很黑，我就看他们都很兴奋在那抓那个 NPC， 我就看我，哎，我鞋带松了，我假装穿一下鞋带。等一下，等一下，哎，喂喂。我就边绑边在想，赶紧抓出来，赶紧抓出来，然后又到这边绑绑绑，怎么还不出来？还不出来？我绑好了，大家还在里面玩，然后我就。哎，我就直接也进去了。来，加入，我不怕了。哎，你看怪兽直躲你。看到了，你一过来怪兽躲你。没事，我都不怕。给你两道，我看看。这肯定都不是。咱们得把他们按出来。这里头，这里头。一二三，可以了，可以了。那咱们去哪？你现在已经疯了是不是？然后疯了我已经。你现在这么厉害，你要把这里的所有怪兽都抓出来。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去了啊。你去吧。开玩笑的。你去呀、啊。开玩笑。也不好笑，关键是，来来来，走吧。我抓住他了，有没有人来帮帮我啊？这个是吗？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哎，就他。哎，我贴身抓的。哎，来。我看一下他的号。看一下，看看看，是不是？感觉不像啊，感觉不像啊。哇，你们抓得动、
走。走啥呀？抓人啊！什么抓人呢、啊？哎呀！开呀！好黑呀、啊！为什么没人开灯了吗？我现在开不到啊，哥，那个暗在那么上面。哎，走吧，一起去抓吧。开什么灯？不要灯了。来，三二一。这边有的抓吗？不知道呀，有吧？走吧，走吧。姐，我抓到了一个。我觉得彭昱畅真的是一个触底反弹，他在前面已经吓成那样，他在最后已经完全就是手抓按地敷。哎，我贴身抓的。徐凯就没有，徐凯在那个环节他抓住 NPC 他还是会害怕，他还是会被吓到，徐凯的底线可以一直降。他没有触底反弹这个过程。我抓腿，我抓腿，我抓腿。来，我探路，我探路。前面，前面。哎，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探路，探路。哎，不气愤，没事，没事，没事。这日子怎么都是过啊！师弟，别挣扎啊！来，走走走走，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哎，往这边走，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这边走，走走走，跟着走，一路全都有。哎，对对对，这还有吗？还有吗？朋友，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走了走了，朋友们。来来来，兄弟兄弟，哎，来来来，哎，还有，来我来压出去，你们接着找吧。没有了吧？你是最后一只了，对吧？好嘞，好，旅行团这位在这边，咱们先把人码出来，哎，这大兄弟，哎，应该是001了，哎，跟着给行走，对面有啤酒啊，来来来来，走，看到吧，看到后面吗？这221051001，就他，就他，我会，我抱着他了，散了。开门呐！我知道你在家，我知道你在家。但你这里有个亮光的，姐。这是那个麦 GoPro 吧？哎，那我用这个麦，我有麦吗？哎，我也有。你也有。我用我的麦来照一下。开门，我们找到了。走廊尽头有一开关吧？得到里面，还要按里面。哦，有开关。对，你按开关吧。我按开关了，他们按了吗？开门，一起按开关，在里面一起按。是不是要去按里边的钮啊？电哪儿有？拿着灯去吧，我们控制住这只了已经。哪儿呢？红色的。啊！啊！哪儿呢？红色的。没有。没有红色的钮。没有红色的钮。大老师找开关找半天，还。大老师找开关找了一年。他们可能没手电。只有我想到了用这个方法，聪明如你，是吧？什么也没想到，我们逆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跟你说，在最后一趴，我觉得反差还是拉得满满的。不是有三个抓那个能量体的地方吗？后面我们没灯嘛，也没人在外面，全进去了。我们就拿那个收音机，他们上面不是会放绿光吗？我就看到蜜姐身上发绿光，我说蜜姐，你什么东西发绿光？她说哦，那个录音的。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拿出来，我就在那里用那个光在那里照，找那个能量体嘛。我觉得那趴还是挺有意思的，变勇敢了吧？可能。是我们的导演组，我们不能这么给是吗？因为你们实在太用心了啊，我觉得特别的棒。然后如果不能给导演组这个马屁拍不了的话，反正我真心觉得身为一个艺人能够录这样一个节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越录我就感觉哇塞，有好几个机关特别的叹为观止。投资，大家得多用心才能做完这一期节目呀！我今天 MVP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我觉得特别棒。今天是一个非常团结且一起向前的一集，我非常喜欢今天的我们，所以说我就把 MVP 投给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艺人吧。嗯，今天的智力方面呢，我投给徐凯。
当然我觉得今天凯哥也不是解题最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解题方面进步最大的一次，所以我今天想把智力的 MVP 投给凯哥，然后那个胆量呢体力方面投给彭昱畅，但是我这么几集看来他在胆量上进步最大的一期，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双 MVP 都是进步最大的两个朋友。所以你最后还是会选择投给蜜姐，因为我觉得今天其实解了很多题，蜜姐还是蛮关键的。要去除表象，基因是错的。哎呀，哦，那个，点九，每一次都是能擦出来啥？哇，你看，就是有这儿。哦 ，ECK。CHECK。是 check 吗 ？Check。哎，那这样橙子在上面，苹果放中间，然后最后剩一个青苹果放这儿。开了。行了，厉害。解题方面，我觉得还是蜜姐最关键。这期给黄明昊吧，因为我这今天跟小黄，我们俩都重感冒来录节目，然后就是来之前两个人都非常的体力不支的那种，然后觉得自己能不能撑下来，但是很多题目还是小黄解出来的，所以今天的 MVP 我们给我们的小黄。其实在我情绪，对，想保护吧，我觉得不是鹏鹏，其实就是伟霆哥。伟霆哥太 man 了，就他很坦克，这个真的不用说。但是鹏鹏呢，气死了，本来不想给他的，确实比我胆大很多。到后期，我觉得不得不给他了，气死了。我跟他是真的被吓到了，前面一开始。那么我看到他后面很兴奋，我真的无语了。我们那个灯都没有，里面全是 NPC。他拽着我的手，很用力说：“走走走，我们进去抓他。”我说：“不，我不抓，我不抓。”哎，走啦走啦，拉我进去。师傅给我们看，看到了，林亮，这是林亮，这边他。我觉得鹏鹏已经疯狂。到后面他已经什么都不怕，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伟霆哥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本期的 MVP 是鹏鹏，因为他很勇敢的做了很多任务，以前是拉着他也动不了。哎我的妈呀，他是跪着在地上，怎么办？那这一题改善了很多吧，对吧？要进步了。哇，今天前面也是一直跪，后面是确实我发现后面是可能是触底反弹嘛，也可能是稍微适应了一下这个节奏，变勇敢了吧，可能。Cool。蜜桃主题赛。我觉得这一期，特别是最后那个点，其实很泪目，看到陶美娟跟她儿子的离别。最后还是分别了。孩子，我爱你。孩子，你去哪儿了？其实这一集玩的吧，虽然很过瘾，但是越玩越有点心里酸楚，尤其到最后那个妈妈跟那个儿子两个人道别的时候，我都躲边上，我都不看。我看不了这个，我都不敢想。我以前跟我们家小狗要去世的时候，那个道别道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离别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就是一定会面对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更改，包括我们的健康都可以花钱请好医生什么类似。但是好像离别这件事情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有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爱的那个人没跟我一块儿活着，那我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一点都特别的能够体会，但是他们的方法是比较偏激的啊。
人生就是告别，为了告别的聚会，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办法，更多也是面对一种对于死亡的恐惧。想改变的那些也都会失去的，挽回不了了。你终将会失去你爱的人的这种恐惧。我们今天面对了很多这种事儿啊，哎，我们只能就是接受。人都会有这么一天，我也会有这么一天。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离去难过或者怎么样，不留遗憾的跟对方告别，让对方好好生活。即使是我去到了里世界，我可以很幸福美好的过了三天，那么三天过后想起来也痛苦，想不起来更痛苦。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仅有的时间里面好好告别，好好珍惜对方。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离别其实也是人生的常态。就逝者已逝，我们要学习以及我们要做的是抱着美好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不管是离开的人还是失去家人，我觉得都是一种伤痛，我们做不了任何改变。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好好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的人。对，美娟虽然把儿子给忘记了，但是跟儿子有关的所有的细节，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忘记。一个人是无法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永远消失的，无论做什么选择，出发点都是因为爱嘛。我们在生活中有无数的瞬间都在提醒我们，每天我们习以为常见到的那些我们爱的人，都应该多去表达，多去向他们证明我们的爱。在表达爱的时候就不要再恐惧了。最让我感触的是最后的儿子跟妈妈说我爱你，哥就遇到我们。所以我觉得不要等到那一瞬间才说，平常有机会就多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能见到我们爱的人的时候多去爱对方，多跟他们表达爱，不要恐惧那点面子，那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你为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事情，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多表达爱。